맛있어? 김기야? 最近 演唱会的 DVD 안녕하세요 김기룡회입니다 DVD 콘서트 감사합니다 因为我们是身为观光局的代言人，那我们这次能够跟这个，因为我们是日韩的代言人，然后可以跟韩国的一个很具代表性的惠善小姐，惠善小姐呢一起拍摄，我觉得还蛮幸福的感觉啦。那希望今年呢，韩国人数可以再冲高，只有请了那个韩国很有人气的惠善小姐来帮我们一起拍一个 MV 这样。那因为她就是来到台湾嘛，所以我们刚刚也介绍一下台湾当地的小吃跟美食，然后还亲自的教她一下。对，那其实这一次我们拍摄主要呢，就是。 发挥我们台湾的每个地方的特色，像是高铁啦，还有我们很方便的捷运啊，还有这次2011年我们的花卉的世博会，那很能够借由这一次的拍摄呢，能够跟聚会山小姐一起呢，把这个讯息带到韩国这个地方给韩国的朋友知道，然后以促进我们台湾的观光。对，没错。我 너무 친절하게 굉장히 한국의 엑스포 분들도 친절하시고 다들 멤버분들도 모두 친절하신데요. 재밌으신 것 같아요. 这 MV 就像一个小的电影嘛，有剧情啊，然后就是我们把它带来台湾，然后就是办演唱会给他看，然后带他去很多地方，所以就是大家希望可以好好的期待这 MV。